这是 Alice Lee 台湾为 LibriVox 所作的华语唐诗录音，第76首《洛阳女儿行》，王维作。洛阳女儿对门居，才客容颜十五余，良人遇乐乘冲马，侍女金盘快鲤鱼，画阁朱楼近相望，红桃绿柳垂檐向。罗帷送上七香居，宝扇银龟九华帐。狂夫富贵在青春，意气骄奢聚几轮。自怜碧玉清娇舞，不习珊瑚池与人。春窗树灭久为火，久为片片飞花锁。细把晨舞离去时，妆成只是熏香作。城中乡事尽繁华，日夜经过赵李家。谁怜月女颜如玉，贫贱江头自晚沙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